喽，大家午安。大家午安。Hello， 端午节快乐！大家端午节快乐！下午好，顺颖你好，保罗你好，谢谢竹轮的缘分相恋。Hello， 大家午安。午安，午安 ，Draken 你好，想我了。端午连假第一天来陪大家，大家端午节要干嘛？吃粽子了吗？还没。对耶，要吃粽子哎，都忘记了，忘记买了，忘记要吃粽子。大家端午连假要干嘛呢？已经吃两颗了，立蛋了吗？还没耶。立蛋不是要中午十二点吗？现在已经过了。看直播。Hello， 可以现在来立一下？不行，我现在在房间，我怕我把蛋打破就糟糕了，危险。背景好有主感，谢谢。这是我的衣柜跟我的香水区。今天很准时，对啊，因为今天很早就化好妆了，因为早上还有别的工作，今天很早就化好妆了。午安啊 ，Hello 包子你好，谢谢冰彻神的红玫瑰。一天喷一罐，没有，有时候就会换换心情。对，像我今天喷这一罐，好人你好，是说今天是一点吗？今天应该是播一点五，没错。吃粽子吗？还没耶，我忘记端午节要吃粽子。好人午安。晚点再过来好哦，端午节快乐大家。但端午节感觉去哪里都人很多，对吧？ Hello 龙伟，黑杰克你好，阿荣你好，把自己包成粽子寄过去。Hello 国树，微微回回你好，是去哪里的好？真的，你们不觉得？哎，是昨天吗？昨天还是今天是夏至，对不对？临走前问个，你的发色又变有哎有变吗？我没有染，可能是退浅了吧，退掉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浅。对，但我没有染新的颜色。是昨天吗？夏至，这个角度刚好会挡到双眼，是不是？那我这样坐高一点，我坐高一点。昨天是夏至，谢谢 Derek 伟送我守护星月亮，我要坐高一点，这样子。好大的体型，宽松宽松。昨天直接融化，我觉得今天也很热，我刚刚出门34度，是。站在那边都会流汗的那种，超热。而且我觉得天气变热后，家里的蚂蚁好像变多了，就是明明也没有放食物在那，可是就有蚂蚁，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然后后来上网查，好像天气变热就会有蚂蚁，我就买了蚂蚁药，躲太阳。我觉得这种天气没有冷气真的不行，太冷。
天热蚂蚁会找水喝，而且是哪里都有哎、欸，就是厨房有，厨房有还感觉正常一点，但浴室也有，我不懂为什么浴室也会有哎、欸，浴室又没有吃的。可能因为我现在住的也是比较老旧一点的公寓吧，所以就是我有观察蚂蚁从哪里来，好像是从那种，就是有时候墙壁不是会有一些小洞吗？他们可能在墙壁里面生活，然后就会从小洞那边出来。对，我还观察他们从哪边来的，浴室有香皂，但是它也不是聚集在一个地方，它就是在路上随便走。就也不是好像，也看起来好像不是为了什么而出来的，对，这么观察入微，居然还会观察蚂蚁，对啊，我就看他们从哪边来啊。但通常如果有食物或甜甜的东西，他们不是会聚在一起嘛？可他们又不是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可能一群一群走在一起，但是没有停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找不出源头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他们天气热想出来吧。来吹冷气吗？可能是。Hello， 浩毅。如果是甜甜的东西，那一定是聚集到你这吧。到处找吃的。去逛街吹冷气没有？现在我这种天是完全连逛街都不想出门，就是连家门都不想出，在家吹冷气多好啊！出去还要忍受一段很热的路程，完全不想出门的那种。粽子节快乐，益生菌，冷气舒服，真的好需要冷气。我真的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要热的感觉。我家的蚂蚁会喝什么？今天怎么特别好看？有吗？今天特别好看吗？可能光不太一样吧，光线的问题，或是新衣服的问题。有新衣服就好看，新的 T 恤。大家缴电费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舒服。你怎么超级漂亮啊？谢谢。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这又是新，对，这是新的 T 恤，没有，这是我自己买的，特别的，对，它是 oversize， 因为我想说练舞的 T 恤很常都是穿那种演唱会的 T 啊，或是公司送的那种纪念 T 恤，有没有？就是都是 TP 的，我想说练舞好像偶尔也可以穿一下自己买的 T 恤，所以就买了一件，而且我想说练舞宽大一点比较舒服，比较帅气的感觉，所以我习惯买大件一点的 T 恤。谢谢嘎逼的缘分相遇。新衣服会烘干就合身了吗？会耶，我上次就曾经成功烘小了一件衣服，成功烘小。通常烘小不是对别人来说都失败嘛，但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大件是买几号？大件的话顶多买 M 吧， M 或 L， 看版型。原来烘小衣服是有算过的，对，反正刚刚好，烘完就刚好是我的 size 了。这是我骄傲的发言，有时候这衣服真的太大、啊，很困扰哎。Hello， 季风亮，谢谢维离的掌声，厉害了，都要买到死。大件是 M， 我到底听了什么？对啊，大件是 M，T 恤的 M 就很大件哎。谢谢好人的水晶四叶草，骄傲平安。
谢谢阿元的南部帮你种，先穿大的，穿腻了再烘小，又变另外一件，有道理耶。我的买一件衣服可以两种穿法。真的是没完，觉得我好像要可以去烫头发，怎么办？我要等里面漂的流长，我才有办法烫内层烫直。不然我已经好久没有把内层烫直了，这样头发看起来就没那么顺。今天不方便看直播，有空再来。好哟，好钱。谢谢苍苍的红玫瑰。Hello， 落日一笑笑，俊全你好。说到头发，最近才烫钢夹烫，钢夹烫是什么？什么是钢夹烫？没有听过。今天有点可爱吗？我以为是每天都可爱耶。品涵有吃粽子跟丽娜还没啊？哎，今天是端午节当天吗？今天是端午节当天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吃个粽子啊？是。是哦，原来今天就是端午节。我一直以为是后几天，因为不是四天连假吗？大家端午节快乐！谢谢益生菌的行李箱，每天都可爱，但不是每天都看得到你。今天是端午节本人，好哦，端午节本人你好，祝你今天快乐。是的。大家连假有什么计划呢？后面香水爬起来也太精致太美了吧？不是全部都我的啦，有一些是切晃的，像是中间这一堆那个九马弄都是切晃的。对，他好像蛮喜欢九马弄，但我蛮喜欢潘海利格，虽然他真的很贵，但是是我的生日礼物，23岁的生日礼物。然后是朋友送我的，然后这个是阿贝桑送我的，这一瓶没那么贵，然后也蛮香的，之前好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觉得应该也蛮适合男生的香水，这个牌子啊，因为它的包装蛮中性的。然后这一瓶也不是我的，这瓶好像也是之前室友姐姐送的之类吧。然后这个 Dior 也是之前室友姐姐送我的。然后这个小瓶的是买这个潘海利根的时候的赠品，对，所以基本上我没有一瓶是自己花钱的。哎，有啦，后面这个 YSL， 这个是我最近才买的，这个是新的香水，对，上次在这边播的时候还没有这瓶，这瓶是新的，这个很香，这瓶真的超香，女生我最近爱用中，女生的话我超推荐这瓶，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 YSL 的香水。我知道用过他们家口红，然后他们家口红我很喜欢嘛，对。然后最近去买口红的时候被柜姐推到这个香水，他就喷了试香给我，他说整个爱上，你知道吗？这个有一点橙花，因为我蛮喜欢橙花的，有一点橙花，然后一点点薰衣草，然后一点点白茶，超香的。你们可以，这个味道很适合女生，我最近超爱的。最近有点胜过那个潘海利根，对，最近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怎么说，很蛮适合夏天，因为现在很热，就不想要喷那种味道太重太浓的香水，会就很烦躁，所以这个有点花香，我觉得蛮适合现在很热的天气，大家可以去闻闻看，这是橙花白茶，然后一点点薰衣草嘛，对，长这个样子。他有写牌号码吗？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写号码跟口味，反正就是长这样子的。然后你们可以去闻闻看，找那个橙花白茶味，超香的。然后
这瓶是室友姐姐送我，这瓶我觉得也蛮适合夏天春天，它也是花香，然后淡淡的。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柜上试香水的时候，你这样闻的味道，跟你喷在自己身上的味道会不一样，对吧？因为每个人体温不同，所以残留的那个味道到后面的味道也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像是潘海利根那瓶，就是我柜上闻觉得很香，然后刚喷觉得很香，但是就是一整天下来之后，我觉得它在我身上的味道没有那么香，我觉得比起跟喷在别人身上，所以对后来发现的。然后我之前一直很少喷这瓶，就觉得没有到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最近蛮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发现它喷在我身上后，一整天下来之后，就是它残留在我身上的那个尾韵的香味，我蛮喜欢的，就是淡淡的花香，就是我觉得好像蛮适合我的，所以最近我也蛮喜欢这瓶。然后这瓶的话也是我觉得残留的味道是我喜欢。然后九马弄的话，我其他的味道还好，但是有一个很推，我很推月黑莓月桂叶这个口味，这是我走马路里面最喜欢的味道，而且它蛮中性的，男生女生感觉都可以用，然后就是闻久了也不会很腻，然后很呛的。黑莓月桂叶，应景做成香包，应该说它那个味道比较沉稳一点，不是那种很强烈的花香，就是有一点点。因为是月桂叶嘛，然后黑莓嘛，所以带有一点点叶子嘛，树叶，然后一点点草本的味道，我觉得蛮舒服的，不会只是很浓的香味，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蛮喜欢植物类，有一点带有一点植物类的香氛，我觉得闻起来比较可以耐，比较耐闻嘛，然后比较可以让心情平静一点的味道，所以蛮喜欢一些草本的香味。用听的都香了，树叶有专攻。我后来闻来闻去，然后不是通常闻它都会介绍说里面有什么香味嘛，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蛮常会中那种白麝香，然后叶子，然后木头，然后橙花这种，这几个味道是就是我蛮常会喜欢的味道。跟女生约会可以推哪一款香水？觉得看心情，香水这种东西就是看心情，我也是每天会看心情去喷，疗愈身心，没错。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包装啊？它每一个包装其实都蛮有自己那个品牌的特色，你觉得吗？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 Dior 这个牌子，就是觉得它的包装蛮少女的，但有些人也不太喜欢这么少女，但我自己好像蛮喜欢 Dior 这个牌子，就是不管时装或是，因为我蛮常会看一些他们的一些时装或是包包什么的，虽然买不起啊，太贵了，现在还不需要买这些东西，但香水或是一些化妆品，我觉得他们的包装都蛮可爱的，是我喜欢的 type。对，我觉得他的包装就真的很少。然后九马弄感觉就是比较中性的包装嘛，就是高级感，但又不会太女生。然后这瓶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包装就是比较没有这么老派的感觉，不觉得吗？它比较在那种潮流一点，对。像九马弄这个包装就是比较老牌子不会出错，经典香水的包装。然后这个我喜欢的这个牌子，这一罐的味道，这罐的那个包装不觉得比较现代潮流一点吗？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是那种名牌的衣服，这就是潮牌的感觉。我这样比喻，你有懂吗？潮牌感的香水。然后潘海利根也是那种经典传统女士香水的包装，
高级香水包装，但它那个标，就是香水的那个标，我觉得潘海利根做的蛮精致的。就是九马弄的话，只是这个会印不同的字嘛，但它标是怎么样？但是潘海利根的，它的是不同的香味，蝴蝶结的颜色就不一样，然后这个标的长相也是完全不一样，这是全新的。像这边有小瓶的。它这个的不同味道，它的标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它这么贵的原因吧，就是因为它每一罐都是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设计的商标，就是这个香水的标，然后就是包装上也都很用心，所以它才这么贵吧。满满细节，真的。虽然我也不是超级对香水超级研究或超级厉害，只是喜欢香香的东西，蛮喜欢香水啊、蜡烛啊之类的，可爱。介绍任何东西的样子都超迷人，不考虑走带货路线吗？是吗？这样介绍完，大家会有想要买的兴趣吗？会有是不是？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可以说服别人买东西的一天，是不是想要入手香水啦？首先要有人可以送，可以送我香水，我会很开心。那有用扩香吗？有，我也有用扩香。扩香的话，蛮喜欢一个日本的牌子，叫做西楼，好像在日本的百货公司应该蛮常会看的，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台湾应该也有吧。西楼，你们可以查查看，我觉得蛮香的。无印良品的那个绿茶的那个扩香也蛮香的，绿茶的口味，这个香味。等你毕业才可以送香水。先列出品牌，香水的话。都可以，香的味道都喜欢，没有特别喜欢什么牌子，香的都喜欢，但我喜欢那种茶味啊、白麝香啊、橙花啊、叶子之类的味道。不愧是你，超专业。兽首系列有试过吗？哦。你说潘海利根的兽首吗？潘海利根的兽首是贵中之贵，因为像我买的这个是它比较普通的那种味道嘛，它好像每一罐味道有点不太，每一罐价钱不太一样。像这个潘海利根有出兽首，就是它的瓶子更浮夸，它就是长这样，然后它的盖子是这个盖子是很浮夸的一个不同的动物的那个头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真的很高级很贵的那种，然后那个是比这瓶还要更贵。兽首系列，很期待品衡之后出香水周边。好像不错香水周边可以来研发一下，因为我喜欢也蛮喜欢那种漂亮可爱的东西。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蛮想要自己设计一款香水的，就是从那个包装啊，然后味道啊什么开始设计，感觉应该蛮有趣的。你的业配很 professional， 谢谢。这不是业配，这只是单纯的分享我喜欢的东西，没有业配哦。我没有只讲哪一个牌子哦，对，可以吧？我讲每一个牌子都有分享，不是业配。会不会有香水品牌找你联名？希望有。赞欸，标题说是平衡的味道，大家直接买都烂。平衡的味道，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味道的话，应该是甜甜的，但是又沉稳一点的味道。对，就是那种可甜但又可盐的那种味道，甜甜的，但是后味又带有一种大人沉稳的感觉的味道。就是让大家一开始闻到是哇甜甜的人呢，但是到后面呢，那个尾韵是可以感受到我更就是更深层的我的那种感觉，沉稳，然后再一点点成熟，一点点霸道的香味，是不是这个概念不错，对不对？
就是很我的个性。前中尾三个阶段。可甜可盐，我只想当爆米花。出了一定买，越说越期待。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我真的会考虑哦。之后有机会的话，谢谢 Austin 三五一三送的《恋上你的味道》，谢谢。好好奇会是什么味道？一罐79979，那时候只能说等你。今天有力道吗？今天没有哎、欸，因为我刚好正中午的时候，我人在外面不在家。谢谢 TVT 棒场的端午节会员票，谢谢。不觉得白色的衣柜跟香水很搭吗？我那时候刚搬到这个新家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哪来的概念，我就觉得香水放在这个白色柜子上好像蛮漂亮的，我就这样布置了我的房间。不然上面空空的感觉很无聊。这种天气柏油露丽蛋感觉蛋会直接熟掉，而且我还要摆前后哦，虽然现在有点被弄乱了，我原本还有这样岔开哦，我把它摆漂亮一点，原本是这样摆的，就是把它岔开前后前后，这样比较漂亮，然后比较可以选出我今天要喷哪一罐，前后前后。可以放海报，香香的。这边还放了两个 Dior 小蜡烛，之前阿贝桑送我们的。这是桂花，对，我觉得桂花这个超香，桂花蜡烛。谢谢冠志的缘分相遇，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红玫瑰，我觉得很适合把我塞进你的柜子，可是我这柜子很短哎，你长那么高应该塞不进去哦，你要折成三半才可以进得去。谢谢 BR 的告白气球，谢谢朱莉恩的北部包你粽，折成三半怎么听起来很痛？谢谢咖啡的南部包你粽，谢谢鸡腿渣鱼鱼的缘分相恋，折成三半听起来很像什么可怕的影集里面会出现的。我昨天又看了黑镜新的一集，我看了那个什么什么湖的那一集，最新一季，然后什么湖的那一集，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那种杀人魔有点变态的那种。有点可怕，但不得不说黑镜每一集真的都好厉害哦，但是每一集都好厉害，不觉得吗？虽然前几季有几集我也是有点看不太懂啦，但是大部分每一集都看完都觉得哇，怎么有办法想到这些，要我赶进度哎。前几季的话我有一集蛮喜欢的，那个有一集是什么什么军舰的那个太空军舰的那一集我蛮喜欢的，就是蛮 creepy 的，我蛮喜欢。然后前几季还有什么我来看一下，跟大家推我前几季喜欢的
等我一下，我用手机看一下，看一下有哪几集，回复一下印象。等我载一下 Netflix。《爱死机器人》也很好看，我可以跟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几集。然后如果没看过的人的话，可以先去看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然后再去追。谢谢安的北部帮你种，真的超推。就是这两部影集都是比较未来感人性，结合一点科技的这种风格，就是有点猎奇吗？对，有点猎奇，然后会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但是不是恐怖的，不是鬼的那种恐怖，是人性啊，然后的那一种。而且居然是个别的故事，对，它是个别的故事，每一集都是一个单独的世界观或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谢谢 Austin 的带你去流浪，好，来跟他挺新鲜的。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看完会觉得细思极恐，没错。黑镜，极速，我来看一下哪一集我推荐。第一季，哦，怎么办？很难选，我觉得每一集都很好看。第一季的那个。第一季国歌1500万个基点，这两集我都觉得蛮厉害。怎么办？我想不出来。第一季三集我都觉得很好看。我想不出来。第一季如果硬要选一集的话，我觉得国歌让我比较觉得 creepy。对，第一季的第一集国歌的。我觉得让我比较觉得的感觉，对，但第一季三集真的都很好看，拜托大家一定要每一集每一集都看。然后第二季也每一集都很好看啊，我看一下哦，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真的太爱了，就是它每一集的题材都很大，就是会不同探讨到不同的议题，但都是我觉得。蛮就是真的世界上很大家很关注的议题，或是真的现实发生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跟大家都在探讨的议题，对，就是每一集的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大，然后很看完很发人深思。第二季的马上回来蛮好看的，然后。白熊世界我是有点不懂吗？第二季我觉得马上回来要看，然后瓦尔多时刻也蛮好看，然后白色圣诞节还好，好像我觉得还好。对，大家现在该不会是开着你们的 Netflix 跟我一起来看，就是笔记哪一集要看这样子吧？有一天可以同步开 Netflix 笔记一下哪一集是品涵推荐，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说不定我推荐的你们不喜欢，我只是推荐我喜欢的嘛，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第三季的话，急转直下蛮好看的，终极玩家还行，但是可以放后面一点看。对，然后黑寒之舞也蛮好看，然后第三季的圣珠尼佩罗是我前室友姐姐他们很推荐，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啦，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深层一点，他的探讨的议题比较深一点，对，然后他也比较长，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这集也蛮好看，但他真的蛮长的。然后战火英雄我蛮喜欢的，对，因
因为它有一点点像那种僵尸片，唯一点点像，但是又不是真的在探讨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那个风格，所以蛮喜欢。然后第三季的《全网公敌》也好看，可以看。就你看，我就说真的每一集都不错，我真的选不出来。谢谢阿元的荧光棒，谢谢 Austin 的萌新会员票。然后哦，第四季来了，我最喜欢的《联邦新建卡里斯特》，这集有一个小时十七分钟，但是这集我超爱，因为它的题材刚好是我喜欢的外太空的东西嘛。然后我现在不能爆雷你们，反正就是很好看的，对了，你看完会觉得好人性好可怕，有点恶这样。就是人性黑暗面有点可怕，会让人觉得好毛骨悚然这样。对，反正我就是很喜欢。然后《方舟天使》我也觉得蛮好看，《方舟天使》一定也是我觉得一定要看的，《方舟天使》好看，它是比较在探讨那个就是那种过保护的爸爸妈妈嘛，就是太保护小朋友了的这种议题。蛮好看。然后我有时候看完《黑镜》，会觉得它的题材好大哦，然后要探讨的点好多，或是会很想了解它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我没有 get 到的，或是他想要传达我没有 get 到，就会上网去查各种网络上的评论，然后就会发现一下，原来那时候演这一段也有就是带到一点什么样的议题，我就觉得哇，就是他真的讲了很多东西这样。看，就是每看完一集，你们也可以去网络上查查看，就是大家都会写出不同，然后跟各种他们所看完这一集之后所得到的东西，就有时候每个人会就是学到不同东西嘛，或是会看到不一样的观点这样子。鳄鱼好像也蛮好看的，鳄鱼这集我记得是比较在讲人自私的议题嘛，对。因为好像鳄鱼这个英文单字在英文里面就是也有自私的寓意吗还是什么的，对，所以他这集才取叫鳄鱼。我那时候看完就想说，为什么这一集要一直叫鳄鱼，就明明也没有出现鳄鱼，后来去查网络上才发现，哦，好像原来是这样子。对，因为鳄鱼好像是他们的生态里好像是会为了食物还是什么然后咬自己的同伴之类的吧，就是比较自私冷血一点，所以这几个议题比较是在讲这个。然后约会城市也蛮好看的。然后金属头，哦，金属头我觉得很特别，第四季的金属头就是它整部都是黑白的，就是这个黑镜里面蛮特别的一集，就是它整部都是黑白，然后也是比较结合科技的，但这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好，对。然后《暗黑博物馆》也蛮好看的，反正我现在第一名就是《联邦新建卡里斯特》，《暗黑博物馆》也不错。第五季的《Streaking Vipers》嘛，也蛮好看的，它比较是在讲同性一点的话题，对，同性的话题，的议题，对，就是男生跟男生的议题，然后也有结合一些电玩跟科技的东西。这集我觉得题材也蛮特别的，对，可以看，蛮好看。然后碎片是哪一集啊？怎么没什么印象？碎片。一名伦敦工程司机，哦哦，想起来了，碎片，我想起来了啦，居然都没注意过这影集，这影集真的超好看，超级拜托大家去看。原来品涵喜欢外太空题材，对，我从以前就蛮喜欢的，你真的好会介绍东西。碎片也蛮好看的，然后瑞秋·杰克和小艾希莉也好看，这一集我也蛮喜欢的，因为他是在讲明星的那种生活，就是我自己能够有共感、有共鸣，所以我这集也蛮喜欢的。
这是第五季的部分，这每一季都很好看，大家赶快去追完。但是黑镜就是因为它的毕竟探讨题材比较沉重一点，然后比较人性黑暗面，所以看完有时候会有点沉重啦，对，心情就是你们想要认真看东西的时候可以看，但如果想要轻松的话，这就不要看这部，这部不是轻松的剧，它是比较沉重一点，对，也没有到那么沉重啊，就是你看完会去想很多这个他想传达的议题的这个议题的东西，对，所以会看完会想比较多，对。然后第六季我目前就是看《穷糟透了》，自己很好看，超好看。然后昨天是看了《亨利湖》，也是觉得蛮 creepy。我还剩三集没有看，之后看完再跟大家分享。反正它前面还有一到五季，大家如果没看过的人可以先从前面开始追。还是最近这一个月才上第六季的，我都看比较幸运的心再看一集，大家可以慢慢追。之前有看完第一季，后来都没有追，拜托大家一定要看。你看我那个前几季已经是不知道多久以前看了，然后我还可以看到那一集的名字，就可以想得出它每一集的内容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影集有多让我印象深刻了，真的。应该也有最早的，应该也有一年半前看的东西了吧，但我一看到这一集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一集在干嘛，表示这个影集让我很记得很清楚，谢谢黑杰克的掌声。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爱死机器人》哦，不知道《爱死机器人》会不会再出新的哎。我今天介绍这两个影集，应该就蛮够大家端午连假追了吧？如果没看过的人的话，谢谢逸晨的小号角。爱死机器人有一些集数蛮短的，然后就短短的就蛮好看的。它也是每一题会有不同的想要讲的东西跟世界观，然后它有一些是比较那种动画类的，就是画出来那种，然后有一些是比较写实的画风。谢谢博成的 Mika 有惊喜。爱死机器人的话，它目前是出到第三季啦。第一季的三个机器人可以看，然后天鹰座裂缝之外也可以看。爱死机器人我觉得怎么说，它更就是未来一点嘛，就是黑镜比较更人性面一点，然后爱死机器人我觉得更科技未来，就是可能未来的世界的东西，比较不像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出现的议题，或是出现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出现的那种人性面的东西，比较再偏一未来一点，科技一点，对。然后它每个故事里面会有不同的世界观，然后会讲一个故事的。然后它有时候每一集的作者都不一样，所以每一集的画风跟每一集的感觉都不太一样，画风特别有差啦。对，因为那黑镜就是整体都是走一个比较黑暗 dark 阴暗一点的路线嘛。对，然后爱死机器人的话是每一集画风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会画的可爱，然后有的画的比较写实，然后有的画的比较就是那种现实一点。对，它每一集画风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作者不同。第一季的三个机器人，天鹰座裂缝，冰河时期都蛮好看的。哦，有一集很可爱耶，当优格占领世界，这集才六分钟而已，大家这个是完全现在就可以看了。当优格占领世界，我觉得这集很可爱，就是虽然他没有传达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可爱。我现在来看一下好了，
来回味一下，当优格占领世界。看完会觉得也是有点毛骨悚然，就是科技未来会怎么样取代人类的这种毛骨悚然。对，这集才六分钟，这集很可爱，太突然了，大家也可以一起看。我之前好像很久以前蛮有介绍过了，但再看一次。Good afternoon.他就是有时候会有点讲到科技怎么毁灭人类，或是就是科技取代人类啊，或者是人类毁灭地球，就是也是有一些议题在啦，就是可能人类造成的污染啊或之类的东西。就是每次看完都会觉得哇，这些人作者是怎么想出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也蛮脑洞大开的。大家就自己去看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连假的时候就追这两部就可以。这是哎，这是第一集，对，《灵魂吸取者》也蛮好看啊，《目击者》，我觉得我超推第一季的《爱死机器人》第一季的《目击者》，这一集是我超级印象深刻，然后就是。看完也是觉得毛骨悚然，然后会一直去想他那个结尾，你知道吗？就是结尾太厉害了，看完一直去想他那个结尾。目击者这一集一定要看，看完真的一直想那个结局，你知道吗？他没有给你一个结局，但是你会却会一直去想他，觉得那个后劲超强。有看过的人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对吧？真的超赞轮回感，是不是 Luce？ 真的有看过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拜托大家去看。祝你顺利，掩埋场。我有点忘记每一集了啦，太久以前，《爱死机器人》是我更久以前追的。变形者渔业，掩埋场，元首啊，元首也蛮好看的。司马兰第一季之前，《爱死机器人》不是有一集很红吗？就是那个那一集叫什么？自动客服也蛮好看，《长生与新生》也好看，这是第二集，然后《高潮》也好看，第三季。之前第三季好像有一集很红，第三季的那个古巴罗，就是那个水妖在跳舞的那个，之前好像有一股模仿的热潮，就
就是穿的叮叮当当，然后跳舞的那个水妖。之前好像 IG 这一集刚出的时候 ，IG 上很多人在模仿他跳舞。第三季的迷你亡灵之夜很可爱，他画风很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他的画风超可爱的，虽然他的题材是有点黑暗啦，有点黑暗，但是画的蛮可爱的，成群蛮好看的，古巴罗也好看，大家可以去探索自己喜欢的，喜欢哪一集，大概是这样。这两个是我觉得 Netflix 必看诶。我在 Netflix 看那么多剧，觉得这两个是必看，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科技人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必看。然后我最近是在追那个《生活大爆炸》嘛，宅男行不行 ？Big Bang Theory 那个是好笑的，大家如果想看轻松的也可以去看。然后 Friends 也是轻松的。这两部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想看轻松的话必看的。我推荐这么多，大家端午节有事做。还有什么啊，我还看了什么。其实 Netflix 真的蛮适合廉价的，就是在家就是看 Netflix 啊，真的看不完，是真的看不完。啊，我前阵子看麦斯 2.0， 但我还没看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听说那个有一部暗也蛮好看的样子。虽然我还没看过啦，听说蛮好看。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也有推荐什么吗？谢谢 Austin 的花枝精粹，本来想临时飞，但开到机票25000，还是算了。谢谢 To Win Win 的人气票，谢谢 Austin 的花枝精粹。谢谢维黎的刘玉婷唱给你听，推荐很多。哎，如果大家有 HBO 的话，我也很推荐大家看《最后生还者》，是那种丧尸、僵尸、病毒感染那种，我超爱的。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题材的话，也可以去看。我跟你们有 HBO 的话，《最后生还者》超好看，我一直很期待它出第二季。它好像是从那个游戏改编的。很好看。我以前真的是不懂追剧的美好，但是就是后来自己住之后就发现追剧真的很美好，就是一个人没事做的时候，然后又不想出门外面很热的时候，发现在家吹冷气吃吃东西，然后真的可以坐在那边追一整天呢。我是觉得 Netflix 可以买啦，这种串流平台真的一个月花150，然后看不完的影集电影是很棒欸。不看恐怖片但喜欢丧尸系列，你很妙，丧尸很好看，然后一天就脱，真的。对啊，它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欸，一个月只要付几百块就可以了，我觉得很划算啊。而且又是那种高清的，然后还可以切换字幕，对不对？你想要练英文，你想要练日文都可以，然后又可以无限播放，真的很赞。
我还在看，我看了什么？感觉我现在滑一滑，又好多好想看的剧哦。感觉很多都很好看哎，《熟女天团》。熟女天团感觉是我会喜欢的，我先加入片单，因为她的女主角是我就是很常看一些欧美剧会出现的那个有点华裔的，对，一个女演员，我蛮喜欢她，先加入片单。她是在说一个90年代昙花一现的女子团体力图重返歌坛，同时还得面对家务事、感情关系以及涉入中年的喜乐与难关，感觉是我会喜欢的片。先存一下，我也蛮喜欢看那种浪漫喜剧， Netflix 也看得到超多就是以前的那种浪漫喜剧。我现在在逛 Netflix， 跟大家推荐，顺便看有什么新的剧，感觉超多超好看的啊。大家平常都看什么比较多啊？韩剧会看吗？我比较少看韩剧，但是比如说那阵子很红的我也会看，之前就有看那个啊，黑暗荣耀啊，黑暗荣耀我蛮喜欢的，然后少年法庭，对，我比较不会看韩剧的爱情的那种，就是偶像剧的那种比较不会，但是社会议题的那种比较会看，对。六人行一定要看，宅男行不行也一定要看，这两部都超多季的，好像十季的那种吧，毕竟它播好几年，对。六人行有十季，宅男行不行十二季，这两部很够大家每天追了，这两部很好笑，然后就是那种配饭也不会觉得很压力的，然后一集也是二十几分钟轻松的那种，就是笑一笑的那种，大家可以配饭看，没有压力的追剧的那种。创造安娜也蛮好看的，它是真实故事改编，之前蛮红，它刚出的时候蛮红的，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这部。它在说一个女很普通的，就是没有什么背景跟钱的一个很普通的女生是怎么利用她很会讲话，然后很会攀关系。他就是从他什么都没有，然后攀到那种就是上流社会，都听到安娜就会觉得他是名流这样子，就是一直攀，这个攀一个，一个攀一个，然后爬到很上面，变得很有钱啊，然后所有男生都听他的啊，然后为他奉献很多啊，给他钱啊，给他名利啊的一个故事，对，好像是真实故事改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后来好像有被抓去关了，对，是犯法的啦，大家不要学。只是这是怎么有办法，很厉害耶的一个故事。谢谢康威的荧光棒，普瓦大使，对对，安娜是普瓦大使哎、欸。我要学习一下，谢谢图明明的一颗心，我要跟他学习一下普瓦。反正就是用骗的骗到很厉害啦。后羿弃兵我没有看，但是蛮红的，好像也是蛮好看的，推推。我也好想看那种皇室剧哦，好多皇室剧感觉都蛮好看的，只是比较感觉讲话的戏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想睡觉的时候不能看。
但是我蛮想要看那种英国皇室的剧 ，Netflix 也是蛮多的。鹿角男孩是不是也蛮红的啊？鹿角男孩好像也蛮红的。谢谢图 win win 的小号角。我好像真的比较少看韩剧，我在滑韩剧的那个，发现我好像真的比较少看韩剧。台剧我也比较少看，我都看欧美比较多。好像差不多，介绍完了。而且它上面也是蛮多动漫的，真的是很多可以看，动漫也蛮多的选择，然后也有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好，星期三很好看。对了，这一部忘记跟大家提了，星期三前阵子很红，大家都在仿妆它，然后 cover 他跳舞。星期三，他是那个叫什么吸血鬼家庭的一个小女生的故事，在学校的故事。对，这一部也很好追，很好看，推荐。然后艾米丽在巴黎是我喜欢的，就是那种女生，然后对女生感觉比较会喜欢，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就是那种瞎瞎的，然后但是可以看到蛮多，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在巴黎拍的，所以可以看到蛮多法国巴黎的景色，然后比较偏时装时尚的那种题材，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已经推荐的够多了吧。他应该不会没事做。艾蜜莉赞赞。看不完。真的看不完。大家如果有觉得什么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看的东西也可以贴给我。因为我发现我平常自己会主动去看的题材差不多是那些，但是也蛮想接触看看不同题材，可是自己不会主动去看，所以就是很怕踩雷，你知道吗？很怕选那种不同的题材会踩雷，所以就也希望大家可以推荐我可能我平常不会去看的东西。怎么了？你要叫我出去吃饭？你要先吃边吃还是？还是我今天就下播啊？就播到现在。像我很像什么终结者，直播终结者。我累了，我已经没有声音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话讲到没有声音，我可怜。是不是可以下播？现在几点？现在下播了啦，拜拜。你帮我讲一下好，快没声音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一直讲。你要不要喝水啊？我有啊，一直讲话没有声音。介绍什么？你介绍什么？我刚刚介绍 Netflix 的影集。哇，黑镜，跟 Big Bang。No， 你知道我会接到什么？啊，奥西诺可。No， 对啊，最近看的吗？跟已经一阵子。啊，爱死机器人。Yes。你要帮我讲话啊！哦、oh ，休息一下。拜拜了啦！你说我们要来念排名了。好，我们要来。然后消摊一分钟。我消摊超听起来超没有用的，就是我就说消摊一分钟，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效果啊。没有人要理你的。对啊，没有人要理我啊。快点，你说我们要来念排名。那我，那你嘴巴要对嘴啊。那我们要来念排名咯。还有下一，消摊一分钟。听起来真的没有任何人会丢任何礼物哎。消摊一分钟，我来计时一下。
不是，这没有效果。你好歹消摊自己来吧。消摊一分钟，你看没有声音、啊，好可怜哦。哎、欸，这应该要给大家多给一点吧。我每次直播完都没有声音。你再喝点水啦。你们怎么让他没声音啊？你们人很差哎、欸。他们人很差。谢谢好人的一颗心，谢谢维里的掌声，谢谢你的咪卡。老婆不要乱嫉妒。惊喜，谢谢易的一颗心。哎、欸，我还没开始记、嗯，我在真的很贪哎、欸。开始，谢谢你帮我谢一下。来，谢谢秋翔的带你去流浪 Level One。谢谢阿恩送了一封信。谢谢子孙，谢谢苍苍。啊，你怎么念那么快？哦，不是，只要念啊、哦、，OK OK， 谢谢易晨，来，我帮你念，谢谢许阿北，谢谢阿元，谢谢你怎么那么快？谢谢阿波，谢谢浩毅，谢谢台中彩彩，来打歌金鱼，谢谢黑杰克的梅开灯梦幻烟火，耶、yeah ，你现在用对嘴就好，你不要讲话了，谢谢黑杰克，等一下的指定全部都是静音版，可以吧？他这个会测声音吗？还好。OK， 可以下播了吧？谢谢哥。一分钟了吗？救救你啊！还没有，还有十秒。不仅没开灯，要再挑战一次吧。谢谢金佑的什么炸弹之类的，谢谢 To Win Win、嗯。到了，但黑杰克还没送第二次哎、欸。杰克，谢谢金佑的守护星月亮。耶、yeah, ，谢谢许阿北，没有，他根本没送啊，收回我的谢谢。有啦，前面有送。先换是厨子。厨子什么啊？谢谢告白。好了好了，可以开始念排名了。好，快，我们要去吃饭。我要念排名了哟。他有没有要上城堡啊？我怕那个会影响排名哎、欸。快点啊，黑杰克。还在发呆啊！还在发呆啊！他没有要，他没有要。哎、欸，我们是谁？我们是林依云的同事、欸。谢谢，所以嘞，你们那个的怎么那么怪？谢谢小搞变现的一元八。真的是大家搞不清楚哎、欸，你们不知道邱美兰是谁吗？他们是你们推的同事哎、欸。哦，谢谢命，哎呦，欢迎我，可是也没开灯。哇！谢谢哇！谢谢哇！谢谢命的梅开灯梦幻烟火。命算是推你啦，好啦好啦，那你的推不是什么同事之类的。谢谢谢谢。命爸爸。还有吗？没有，我要念喽。他喜欢李佳丽，我忘记了，他是李佳丽的同事。好，下一个。没有的话，我要念喽。念，我帮你念，我帮你念。还要消摊？没有人要送了啦。确定吗？真的没有人呢、欸，你再怎么可爱也是没有啊！有了，苍苍，谢谢苍苍，缘分相遇。哎，有了，你看，好人，好人，谢谢好人，真的是好人、欸，哎、欸，真的是好人呢、欸，谢谢好人的，而且他的那个 emoji 是闪电呢、欸，他推你、欸，谢谢好人，不会，不要假哦，假装换闪电，谢谢 Luce， 好好，可以按了啦，念哦，念，好，那我帮你念，从30名吗？这里，从十吗？第，我念吧，好。哎、欸，你很不错哎、欸。第十名 Luce， 第九博成，第八庄颖，第七金佑，第六秋翔，第五涂冰敏，第四 Austin， 第三 Min， 第二黑杰克，第一好人，恭喜好人黑杰克跟 Min 可以指定啦。指定。小丹被逆转。有了 Austin， 谢谢。谢谢。看维尼都那个心疼你的喉咙。我听起来很沙哑吗？就很像阿妹的妹妹。是不是听起来很沙哑、欸？阿妹的妹妹。讲太多话了。阿妹的妹妹是谁？好，不要。沙哑。哎、欸，要不要赶快指定？我今天是来催人的、哦，所以。快点，这三个快一点！飞吻动作可以吧？你要给命，你要可以耶，很可以。好，命的已经结束了，还有两位，好人跟谁？杰克。
之中。赶快啊！还催有没有？还催人家说厨师快点啊！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好了，我已经进来六分钟喽，黑杰克快点！整个超凶，一直在那边催别人，不行凶吗？龙虾。啊，今日份可爱，你要先有个黑杰克。黑杰克有点难，是不是？好了，算了，那你用唇语说黑杰克。好，然后再送今日份可爱。OK， 然后现在是好人，对不对？哦，比 J 啊，那你补个 J 啦。想不到指定，好人想不到指定。哎、欸，等一下，他的头贴是那个你喂哈密瓜吗？嗯，那你喂他哈密瓜，小心你的袖子哦。你说好人吗？嗯，好人可以吗？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 吗？嗯你怎么看得懂？好了好，来来来，我竟然七分钟了，差不多，大家进度赶一下好不好？差不多啦，谢谢谢谢，已经完了，姐。啊，那赶快直接关掉啦！甚至没有拜拜，有没有？差不多差不多，拜拜拜！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啊！拜拜，年假愉快哦！拜拜。大家再见，不要吃太多粽子哦。欸，你接下来直播不是这周了？对，会变胖，不要吃太多粽子。拜拜拜拜，超级